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关于演员行为，最近最火热的当属北木和蓝晨事件了。北木因为举报了蓝晨，导致蓝晨封号三个月，大家就开始质疑北木有特权。现在官方终于站出来回应了，蓝晨封号和北木无关，北木并没有特权。官方表示，蓝晨的账号确实存在违规行为，在7月18号的时候存在卡匹配和演员车队配合的行为，严重破坏了游戏环境，所以封了他的账号90天。因为检测的时间有一定的延迟，所以一直到7月20号才封号。并且王者荣耀表示，蓝晨的封号和北木并没有关系，不是因为北木举报了蓝晨才封号的，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权。其实之前官方就说明了蓝晨封号的原因，只不过当时很多人一口咬定就是因为被北木举报了，不相信老亚瑟的解释。由于官方还要继续和演员团队对抗，所以没有办法把所有信息都公布出来。另外官方还说明了，如果真的是误封的话是可以解封的，所以每一个被封的账号官方都会认真对待，保证每一位玩家的权益。这件事情刚出来的时候，很多玩家都一口笃定就是北木导致蓝晨封号了，北木也因此受到了很多质疑。现在终于是沉冤昭雪了。一般来说官方很少会回复这类事情，也是因为这次的事情闹得很大，当然肯定还有玩家不会淡化对北木的偏见，这就需要北木靠直播找回自己的信任，把自己的直播内容做好，并且保证自己的技术不下滑，口碑自然而然也就会回升了。小伙伴们看完官方的回复会选择相信北木吗？我是李飞白，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。